都一样是 XY 型啊。有没有人知道？我等一下再讲果蝇，我们先讲卷类。有没有人知道我们 XY 型，我们人类的性别是怎么决定的？给你看一个性染色体的组成，给你看一个性染色体的组合，你怎么判断它的性别？要看什么？看它有没有 Y？ 对，因为我们跟性别决定最重要的基因位在 Y 染色体上，只有极度稀少的例子，这个基因从 Y 上面跑到 X， 它才会没有 Y， 可是却是男生。可这个例子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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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，所以我们几乎都不谈。